本节目由含有天然矿物元素的健康好水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妈妈还在上班，妈妈一会就回家了，好不好？你们要听话哦。你做完作业了没有？我送饭了，你看你那个急不急啊？不急我就可以接。这个地方也太不像公司了吧！我们现在去老潘的家还是他们公司？他的公司。这地方也太不像公司了吧？对，这是一个小，是在一个民宅里面，他们住的一个小的地方，他们的一个聚集地。哦。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也都往外跑嘛，所以公司也不大。这是你吗？这是你。你怎么认识我？知道我做过了一点小功课。哦、你老潘。Hi. Hello。很高兴，嗨 ，Hello， 这是汪苏龙龙龙，你好，你好，你好，王东，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菜鸟，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你好，你是黄作业的，放松，嗯，好，坐，我们就是随便唠唠嗑，好，对，那像平常你们接时间的接单的话都是怎么接啊？就微信接，微信就是你客户发那个要做什么。然后电话联系电话地址啊那些都要发过来。上门帮客户烧水杀鸡，这个是他杀鸡，这个他去的。这你谁去？你去的吗？他去的。你会杀吗？经常杀。会啊，都是老我们基本什么都会的。也会啊，肯定杀鸡也会啊。帮客户洗龙眼。那为什么他自己不用洗呢？他不想洗、啊。人家不想动手、啊。他不想动手。帮去 KTV 帮客户看他。女友喝酒等擅长送回家。那个好像是我也去过一次，像比如这个现在这个单子，他就是买5杯饮料，送到开车送到其他城市，大概将近200公里这样子。那老板会怎么发？比如说你现在接到工作了，你就在群里说谁离那近吗？还是说谁有空？有些单子是看离得近，或者有些单子是按照是哪个能完成呢，就给哪个去。你等一下有些我不能完成的，我不能去接那种单，你看会影响。比如呢？目前有没有碰到你完成不了的？有。比如呢？比如那些星期那些啊。空调我都，哦，清洗空调确实太难了。是啊，那你们有人会洗？你会洗？啊，我会洗。你会洗空调？对对。
其实不是很难，你教就会了。嗯，那今天就我们两个跟着你一起跑腿了。但是比较辛苦你，因为我们俩肯定什么都不会。没事没事，我们已经现在电麻烦电车，我们已经接到一单，已经接到一单那个空调了，还可以。等我下去教你，教一下你。好，等会我们去修空调是吧？叫广东教你。清洗空调。好，能帮我推一下吗？都叫你帮忙。现在还没有开，还现在就现在已经是开店了。哦，所以一扭它就走了，一扭它就走了。哦，这个就是电门，这是转向。哦，这个是转向，对，对。好，可以的。可以，有点松。感受一下。那我们出发了。好。好。还直走吗？直走，好嘞。维也纳森林，别进去。哇，感觉是个很高端的小区哦。家里有四台空调，那他家应该蛮大的哈。四房一厅那种。至少四个房，三个房，四个房间。对。好，过来了，到了。好。妈。开这个门。哦。这个门还是开住的哦，那麻烦你下来。平时都不开的，平时。进来。哦，拿梯子来。哦，我现在弄好了，就放手进去，一把就开了。哦。我现在拉出来，这个就可以拿去卫生间去清洗。就直接冲就好了，对吧？对，拿洗洁剂冲，拿我们带来的洗洁剂。这个吗？对，这个吗？是拿这个吗？对，然后就喷。我把这个弄成软。这一个，抠进去。对对对，撬，就直接抠出来。啊，这样就打开了。还好，用的少可能是。哇，群里有个买菜的单子在门附近这里。有空吗？哦，来得及吗？来得及。好。哦。我已经抢了，老板已经发给我了。好。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去买菜哦。这么赶啊！一单接一单的。是啊，我们单里面单多。嗯。这样我都洗好了啊！洗好了是吗？啊，看一下。哎，是中国的吗？嗯。可以哦。嗯。哇，家里的墙都可乱涂乱画了。没有。我小时候这样，我妈就打死我。妈妈。不干净。那我们下一单再去买菜，好啊。好。好，谢谢，辛苦了。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打扰了，打扰了。谢谢小朋友，好可爱。但是我们三个应该比你一个人要快一点吧？啊，肯定啊，不一定。带了两个累赘。但他这个是不是算时间的吧？他不是，他是按一台。三台。按三台的话，我们有300，你得70%，你现在200块了，今天。可以的。广东哥。是的。平时你们有去买菜吗？有啊，我喜欢买菜，我喜欢逛菜市场，是吗？真的、啊？嗯，我感觉小时候才逛菜市场，我上一次逛菜市场就是我们美好的时光。啊，逛菜市场就觉得很治愈。但我喜欢逛超市啊。超市也不错。便利店、超市。但便利店我也喜欢，我都喜欢。我的梦想就是跟我男朋友一起去逛超市。哇哦！然后我们拐到那边就，我也好开心啊！好喜欢你的工作呀，广东哥。这样的。然后我们到那边，我们就掉个头就到了。好。你通常每天接多少单啊？多的话十单都有。多的话多少？十单都有。十单接这么多？从早接到晚。如果少的话，也就五六单，四五单吧。五六单。
所以这边主要是海鲜市场吗？对。明虾，有明虾吗？明虾有啊。在哪里？这边。我看看明虾长啥样。多少钱一斤？38块。38块。要完吗？你还想干什么？还要什么？还要排骨。排骨那你要记账吧。我先付钱，到时候我再老板再找你。多少？一斤，正好一斤。那就多少钱？38块。38块。便宜一点嘛，老板。能便宜一点吗？这会赚点多少钱的？一点冬瓜。冬瓜、青菜，冬瓜多少钱啊？3块一斤。一把这样子，4块。好，帮我装一下。三公告成，要送到哪去？送到，那行。那你还是位置发我俩吧。嗯，我弄个群，咱再拉个群。嗯，好。1分钟。1分钟，这也太快了吧。他会员看一看我们这么热情，他说：“哎呀，那留下来吃点饭吧。”他叫我们挂门口，门都不给我们开着。到16楼了，走着。这里就是幺六零幺，挂在门口，我拍照了就可以了。好，就是挂在门口。那怪这虾会不会自己跳出来呀？没事没事。好了，好的，可以。因为有时候工作经常跑外地啊，坐火车、坐动车啊，静下来之后就想想人生的经历啊，就乱写写啊，这样。如果有一次我去外地代驾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是要坐着动车10点多出发，然后到那边已经是1点多2点了，我就是整个都是相当于是熬夜，所以说才写这首诗。说我瞬移也好，闪现也罢，当我细数着生活的残渣，当我踩踏着深夜的睡影，我认识的不仅仅是流浪过的街头，更有等待着被我一步步看穿的黑夜。像平常这个点你们已经开工了吧？嗯，是的。然后他们有些已经出去接单了，然后我还在等待。哦，那我们现在我就跟着你一起等。对，我以前也是他的客户嘛。哦，你以前是老潘的客户。对，我找他们下很多单子。后来我今年过完年了，我就辞职出来。辞职出来的时候，我就想着，找什么工作是比较容易快速融入的，嗯，然后我就去求他，嗯，我说我想当跑腿，然后他又跟我说跑腿一定要会骑电车，又要会开车，又能搬能扛什么什么的，我说我都可以，其实那时候我还不会骑电车。老板你好，老板，拿那个2002小田的钥匙，谢谢。好，这个，小心，他在里面。太可爱了吧！哈，你好乖呀。天啊！好，没有签好了啊，走了。哎，慢慢走，慢。
过去，阿宝跳。哟，厉害！阿姨这是在干嘛呀？哦，白头发。哦哦，在跳白头发。阿宝，我们看看风景。今年是21，刚21，21岁。那我，你是属龙？嗯，你也属龙吗？我属龙，我大了你整整一轮。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就结婚了。我结婚？对对对，我结婚的比较早。那时候我结婚的时候也还是大三，结了然后也生了两个。那他还会联系吗？很少。他也不想看孩子。不怎么看孩子。刚分开的时候，偶尔回来，一周、两周一次。到现在的话，一两个月也不回来一次。我女儿说，有一次写作文，她。不想写他爸爸，也不想写我，因为写他爸爸的话，同学们都不相信，会说他是个骗子。嗯，写我的话，他又觉得我的职业让他觉得很丢人，然后他会说，为什么我的同学的爸爸妈妈都是总经理，都是老板，妈妈，我的妈妈为什么是一个跑腿员？嗯，他会这样子想。那你为什么会从之前那个地方离职？我是陷入了一个瓶颈，就是我又想多陪孩子，不能花全部的精力都在那个工作上，就是鱼跟熊掌不可兼得。他们知道你要回来了吗？应该知道，因为我刚有跟我妈说我今晚回来吃饭，早一点。但是他们会整天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嗯。叫姐姐好。姐姐好。你这问题弟弟呢？小伟。小伟躲起来啦。你是谁？妈妈。想妈妈了吗？嗯。想妈妈了吗？来，叫姐姐好。姐姐好。你的脸怎么又脏了？哪一个评分？哪一个表？这妈妈好厉害的，我都不会做那些事情，我也不会骑电瓶车，妈妈教我。我小时候就是最想要骑电瓶车，我爸爸不让我骑。为什么？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哦，我应该待在家里面呢，因为我小时候是拉琴嘛，然后我就每天都想出去骑车，骑摩托车。所以今天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你妈妈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嗯，是不是很厉害？很好玩。明天我们还要继续。真的？对呀。对啊。说我要去办一个证件，那我没有时间，我可能也不会弄，但妈妈会。你懂我意思吗？就妈妈会的事情很多，所以她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哦。就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就做不了跑腿。你懂我意思吗？懂啊。嗯。妈妈好厉害。妈妈，你关节，你能穿鞋干啥？小伟啊，来，不要，你穿好鞋子，别穿鞋子。然后待会儿我们就放这一个狭义的进去就可以了。好。再炒一下。嗯，加一点点酱汁，行 ，OK。放了，我再洗个手手。小伟，洗手，快点去，一起去跟姐姐洗澡。哇，这两个菜又给人煮了。哇，姐姐好厉害。姐姐下次有机会再给你煮咖喱饭，好不好？
咖喱哦。哇，哦，这个最喜欢了。最喜欢咖喱。嗯。自从我上小学的时候，你就很晚才回来，根本就没有陪过我们吃饭。妈妈忙啊。对啊，妈妈很忙的。姐姐去盛饭。真好吃。真好吃啊！那你给姐姐竖个大拇指。姐姐好棒，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带我去好玩的地方吃咖喱饭吗？好，你听话就行了哇。去远远的地方，去萌童玩，我要吃咖喱饭。萌童玩是哪里呢？是一个商场，然后他们两个很喜欢去的室内游乐园。我以前的话，我会给他们充值，就是然后周末就带他们去，后来就不充了。为什么啊？还有江南万达吗？因为你们要读书啊。但是这段时间我们不就有时间吗？而且我每周星期五都会完成作业。你可以有时间，但是钱从哪来呀？妈妈停一天就没有收入了，是吧？谢谢。姐姐啊，弟弟啊，是你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哎呦，这是妈妈刚偷偷跟我说，因为95分，然后没有带你去吃汉堡，所以她才告诉我一定要点给你吃的，对不对？那吃完饭就可以吃，好不好？那我们先放进冰箱。一定要谢谢妈妈，因为这是妈妈偷偷让我点的。谢谢妈妈，这个是咖喱饭吗？不是咖喱饭。啥？我要出去，又要接单了。对，好的。接单。妈妈，我们要出去再继续去接单工作了。嗯。下次有机会我再来找你们玩。嗯，明天可以吗？明天我也要出去跑腿啊。当跑腿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工作，是像超人一样的工作，因为什么事情都要会做，所以要觉得妈妈很棒，要很骄傲，好不好？嗯，等一下要快回来哦。好，快回来。嗯，妈妈，我好想跟你跟外婆和姐姐。嗯，想跟我还有姐姐睡是吗？那妈妈抱一下你。嗯，姐姐，你可以跟我一起睡吗？可以啊。妈妈姐姐，谢谢给我订的这一。要谢谢妈妈，妈妈订的，妈妈让我订的。我要去万象城那边。去玩滑滑梯喽。好，拜拜。妈妈姐姐，记得跟我去玩滑滑梯。不敢不跑，有一句话就是你抱起砖头就没办法抱孩子，你放下砖头就养不起孩子，就是很难取舍。我还是希望以后我能攒得到一定的资金，哪怕开个小店，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我自己的孩子。跑单的一天，我今天我要跑三单，也不敢说太多。嗨，听过你还跑来我们民宿，听说你跑单是最凶的一个，不是啊，你是以拼命著称的，最拼，对，最拼的吧？为什么要那么拼啊？我需要钱呢。你平均一天多少单？一天多的话十几单吗？十几单，十几单。昨天说就是多十单七八单，然后你是十几单，跑到冒烟呢。那今天我们争取不耽误你，行吧？都叫我万象单王。单王，对，整天在万象那里耗资的。行，我们今天领略一下单王的风采。等单了。好，我今天对这台车也是更加熟悉了，又开始一天的快乐跑单了。暗夜骑士，我叫暗夜骑士，你叫光明使者。光明，行吧，你的车代表开向光明，光明与正义。
我想到你的名字了。什么？五个字的。好。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个名字代表了责任。代表责任。代表责任与力量。是什么？叫萌萌女骑手。毫无责任可言。王书龙，你就给客户打电话一下。好。问他密码。问他他不在家吗？他不在家呢。啊，这么信任我们。对。喂。喂。你好，我是跑腿公司的，然后我现在在您家门口帮您清理狗狗的一些便便，然后您方便把密码告诉我吗？哦，好的好的。嗯。请开门。好的。哇，这种感觉。啊啊啊！这么大声！我们要脱鞋吧。脱吧。嗯。喂。问一下猫跟狗对吧？猫的事。对，那个猫的。猫粮。中心是在那个猫粮。猫粮到这了，把这回给我。有一个小箱子。桌上的食物帮您收了吗？还是怎么样？那些网收了。帮我收了。好。哇，这里西瓜，你是不是忍不住了？西瓜，这里消化不好啊！啊、哦，这太顶了！啊，还是很脏的。我拿到里面叠吧。是吧？他床上还有一些衣服。床上还有。嗯、OK。然后我们接到一单糯米饭呢，搞完这个去送糯米饭。作业。哎。如果帮他洗碗，有没有多加钱？他是算时间了，已经定好了。定好多久？定好就是一个小时内的话是100块钱呢。那我们做两个小时呢？客户的心理不平啊，你这我这点东西。然后，但是他如果回家哇变得很干净呢？他就很高兴啊，但是如果你搞得太久，本来这个不用那么久的话，你搞太久的话，他肯定心里不爽啊。有些客户，但我看他的碗在那，我也挺难受的。嗯，感觉他很多天没洗了。我要回家愿意出这个钱来给我们去搞这个，这里里面挂不完呢，你搞到这里挂不下了吧？还挺干净的啊，被整完之后。但是我们三个人太快了，我们一个人的话应该是三倍的时间。那我们下一单了。好，我们去买糯米饭。下一单是个啥任务？我发给你，我接到单了。我们就搜华兴里就可以了，对吧？车钥匙放够家了啊！真的放哪了？钥匙放在那里面了。你打电话给客户一下。我上去看。我们在那等你啊。那我们先去买糯米。你先过去。我们俩先去买糯米饭。可以的，好，然后你把那个酒店发群里。走吧，我们直接搜华兴里。我跟着你。好。好不好？好。你好，您知道华兴里的糯米饭是不是就这家？阿婆糯米扣肉饭。哦，阿婆糯米，那就是这家。嗯、不是，阿婆。哦，阿婆这里。啊、这里。梁阿婆扣肉糯米饭。阿婆一个扣肉糯米饭。要来。然后我带走。三份。啊，三份。这家好有名的、啊、那我们中午来吃这个吧。哥，我想吃绿豆冰沙。好，老板，三碗绿豆冰沙打包带走。原来这是跑腿的快乐。对。这个是吗？老跑友。我是这里是吧？对。能不能？不好意思，我这里给你好吗？好，谢谢。好，我们已经买完了。
我们直接维也纳酒店见吧。对，三公里。嗯。到了，到了，是不是这个？对。哇，这样才25块钱。你看，你好，我马上到维也纳酒店了。您的这个糯米饭，我是给您送上去还是怎么着？到1B26这里啊。要到多少？1B26。1B26。对。OK。在万锦酒店旁边。好，好啊，所以不是那个维也纳酒店旁边。1B26。对啊。那是家什么？是那个科技广场里面的吗？万锦电脑城。电脑城1B26，好，谢谢。对。嗯，等会儿见。你好，我问一下1B26是在地下吗？1B26。对。找是哪边的？好，你好，外卖小哥，你好，问一下1B26，您知道在哪儿吗？1B26。1B26啊。嗯。对，是吧？好，就在二楼。1B 不是。喂。喂，你好，您是在智盛电子科技广场里面对吧？不是，我是在那个新湖路北一里万锦酒店，万锦酒店旁边，1B0102。万锦酒店，万锦酒店是吧？你问他问清楚。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好。我是不是打错电话了？没有，送到了吗？没有，他刚才说在维也纳。换了一个电话，他之前。他换了地址吗？换电话而已。喂，你好，我现在那个是送糯米饭的，您是在维也纳旁边的智盛电子科技广场吗？没有没有，就是那个维也纳酒店。啊，你就是维也纳酒店。哦，放前台就好，好好，谢谢啊。对对对，那他那刚才电话那个是？我不知道呀，奇怪了。放前台要报房号吧？你好，这是住店客人点的外卖，然后他等我下来自己取。他说叫放前台，你叫他下来取。有单子吗？有单子没有？就是糯米饭。可以标个电话上去可以吗？您把他的电话写过来给我们。好。这单算是我们俩完成的，那就是你们的，都是你们的。那没有，不是我们的，我们是，这是我们厨师的第一单。对，嗯，师傅教的好。过奖。比较好吃，有现在推荐吗？剪藤粉。什么东西？剪藤粉。我们想吃炒酸奶。那个凉拌菜。凉菜。那里有个炸鸭脚嘞。我觉得炸鸭脚要吃。好。是这家鸭脚吗？是烧饼啊，烧饼看起来很好吃。烧饼。你看什么都想吃。我看一眼烧饼。试一下。嗯，爽啊。嗯。是吧？滑。嗯。冰。这么开心，那必须。所以你跟他你搞这个呢？所以你跟他两个人会来这里？嗯，哎，是吗？啊、你怎么回避呢、啊？不好意思说。谁？不好意思说。嗯。那有在一起吗？啊？有在一起吗？没有。那你在一起最久的多久？感情的话是一年，一年嘛。一年啊，嗯，最久的一年，嗯，对。那有想过结婚吗？有啊，刚好呀，那为什么没结？就是贫血嘛，那不得啊。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是贫血的话，就不得。我也贫血。啊？我也贫血。贫血的话，你最好就找一个不贫血的，就出来那小孩会正常。如果你贫血和贫血的话，出来可能是有点危险。如果你是
所以等于说你们已经去做了产检了是吗？对啊，你们都已经到这一步了。对对对，没办法。哇，那很难受是吧？嗯。现在还有联系吗？所以他过得怎么样呢？他结婚了。他已经结婚了，有小孩了。他已经结婚了，哇。有小孩了，他我们都懂了，在街上都看到了。街上看到？在街上看到。那你见到打招呼了吗？没有打，我没过去。他看到你了吗呢？啊？他看到你了吗？看到吧。然后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嗯，对啊。这个不算家，这个就是住宿，有儿有女啊，有那个才算家吧，这种不是完整的家了。陈背影，年年爱去流星，盼望原谅我，不要问究竟。但愿现在在你的心中，亦有着共鸣。你有没有发现作业讲的每一句话都在笑？就连他说他跟他的前女友说那个贫血的时候，他也在笑。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也是笑着说的。嗯，我觉得我做不到。他现在所有笑着讲的内容，可能是他内心里面在难过，但他笑着讲出来，也有可能是他真的就是，就真的就笑话了。我觉得广东是有才华的，所以我也在想说，你要不要？我建议他，我说你要不要去投稿到出版社？然后我也在建议他说，你要不要发个微博，弄个微博，把自己的这诗发表出去先。首先他拒绝这些尝试，然后他说这诗都是发给自己的。然后，但是你觉得他真的不爱分享吗？我觉得他不是的，因为他会说一句话，他会说我觉得我现在还没准备好。但是，人永远没有一个准备好的时候。那有时候，比如说欢姐在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可能有一百万个想法，嗯，但是这一百万个想法镜头也看不到呀，就是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因为我又觉得有时候不善言辞，嗯，然后比如说那个，就是钟欢跟我讲那么多的时候，他就讲了哽咽了，你会不知道怎么面对的吧？对，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21岁的人，我凭什么？就是告诉他，对，安慰他说，哎，没事没事。我觉得我这个安慰就很不负责，对啊、很对。我就跟他，我就说什么事情都会好起来，我怎么能 guarantee 说什么事情都会好起来？我那天就是在他们家嘛，嗯、然后我不就是炒了两个菜嘛，嗯，以我那拙劣的厨艺，然后结束了之后，我就回到酒店。然后隔天我早上起来看到他给我发了个微信，他拍了一张我做的那个炒的那个菜没吃完嘛，他就。可能热了一下，1点多他给我发了那个菜，然后给你一个白米饭，他说哎呀，他说收工了还能吃到你做的什么，这就很好了呀。对呀、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这样嘛，就这样就很好了呀，不是每件事情都有意义。
嗨，怎么开？嗨，老潘，有单吗？有。有啊，今天我们独自跑单，你放心吗？他是要去奶茶店取奶茶。嗯。然后，那去奶茶店我们自己可以买两杯吗？男的就是唱首歌仔，所以要给成摆成一个心形，对吧？懂了，就是他黄先生让他下单的，所以你是帮黄先生下单吗？对，黄先生肯定跟他妻子一起在现场。他是通过我。那黄先生的老婆喜欢什么歌？您知道吗？我记得他们结婚的时候有一首叫什么，苏打绿的歌。OK， 苏打绿的小情歌，小情歌，把你写进歌里哦。好，那我们等会儿听一下。好，谢谢。啊，我想起来。很胖耶，萌萌女骑士，快到了400米，太好热，我挺快的，嗯，10多分钟。今天我们俩要做几单？8单。那超过4单的哥哥就不赔了，把后面4单自己。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昨天跑了最多啊，跑了3单。3单，今天我们今天超越一下了。4单。嗯。好。哎，是新开的。嗯。我马上走，我们取个奶茶就走。你好，我有订12杯奶茶的那个单。好了好了好了。其实我都是分好了的。那就好，还好你分好了。嗯，你知道这个单是干嘛的吗？哦，我听说了，那个下单人他是，他是要跟他妻子对结婚纪念。哦，是结婚纪念，结婚纪念，他这套两个袋子。好，我先去挂一车。好。好好看的这个城市，你拍。15分钟来得及。今天好像是天气最好的一天，太好看了，南宁太好看了。中庭在哪里呀？嗯，你好，我们要去入口中庭，就这个是吧？我们摆好再打电话还是先等？好，摆好再打吧。啊，这就是中庭了。对。哦，这里还有这样的，它就摆在这个地方。对，这我们前台。好，不是，他要我们摆一个爱心形状在。那我们就在这儿吧，我们在这里把奶茶摆好，然后请那个业主出来，这样子可以吗？好，谢谢。不会很久。12杯也摆不了个太大的形。喂，你好，是黄先生吗？对，你好。那个我们奶茶送到楼下了，你们可以下来了。哦，我们这有一个拍纪录片。你是黄先生吗？你好。你们。对，我们是。这是啥？就是我们是外卖，然后但是这是我们在拍一个纪录片。小星星。对对对，你好，我是小星星。蜡笔。对。我天哪，怎么回事？早知道拍我就不穿马褂了，我的。没事。是我们唱首歌吗？还是不需要？最好是要。可以啊，最好是要。我觉得您别打电话，我觉得您直接带他过来比较好。直接带他过来。对，你们俩一起过来比较好。OK 吧？你就跟他说，我们等你，给他一个惊喜。很快，带多久？就他就是3楼那个艺术照那个。好，谢谢啊，谢谢，客气了。对。你好，谢谢王思龙，谢谢娜比，12周年结婚，
十二杯奶茶，你很喜欢喝奶茶，但是我不喝，但是呢，我会包容你的选择。十二杯奶茶，一年一个味道，一个月一个感觉。但是呢，我不想在里面放太多糖，我想让你感受到是生活的本质。老婆，我爱你，谢谢。哇！亲一个，亲一个，呜呜。来到南宁了。对对对，你老公好有心哦，因为他给我们的订单里面就写说，不要太多糖。啊，好辛苦哦。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一点都不像真实世界会发生的事情。涟漪。他说我不希望那个奶茶里有太多的甜，因为我希望你我们一起面对生活的本质。谢谢。打工人。打工人下一站。好，你先走过。往这边吗？直走。现在是几单了？才两单吗？嗯，就送了一个奶茶，一个快递。其实我觉得应该距这个距离是不是25？但奶茶我们也不知道是多少钱哈。奶茶我们还摆心，因为我觉得奶茶不应该只是一个送货的钱，也是一个爱心的钱，爱心的钱加唱歌的钱，对，加等待的钱，至少得10块钱往上走起。今天我觉得估计得有个，就算两单就只有25好了，我俩每人30以上了得，对，那加起来，每个人30，加起来。因为那我们还能再买两杯饮料，那就今天就白跑了。哎，可以问问这里哦。太热。这个还有那个小的农夫山泉。还有一瓶这个。好，我来了。你的质疑，那我们今天总共水费花了20。20，不止其实。因为你还买过一次雪。对，还想在这再待会儿。老潘说，要不然我们先回公司。那不然我们先去取那个蛋糕呢，然后我们在蛋糕店歇着呢。也可以，我问一下。老潘，那个蛋糕店离我们这儿多远啊？你把那个定位发给我们，我们在蛋糕店那儿等也行。我觉得是不要回老潘那儿，对，太远了，然后还要再出发，对，还宁愿直接走。而且一个优秀的骑手不应该回公司，应该一直在外面跑，就是缺失了跑单的机会，对，抢单的机会。我就知道你会看见。咋的？一次多少？一个人多少钱？20，所以总共好，那两个人。40。好。我们今天的工资已经没了。没了，值了。那天欢姐的女儿跟我说，她想要去游乐园玩，然后。哇，这样我们好，突然很悲伤。对啊，我要拍给他看，拍给他看，他更会不会更难过呀？他家离这远吗？我们可以把女儿接过来。因为我们刚好到游乐园，想说要不要去接他们小孩出来玩。对呀，我们买票。这就是这个广场，里面还有吗？还有的，对吧？他说可以让妈妈把孩子送过来。好呀，好呀，好呀，那我们在这儿等你们。我买3个年卡送给他。我觉得我做这个，如果我要做跑腿儿，我肯定每天赚的钱都不够我吃的。我就每天我就骑到哪里，我看到哪个我就特别想吃，然后看到什么我就想喝。所以你说还得抑制住这个。对。感觉真不容易。主要就是这个工作，
我觉得我能完成，嗯，但是就像你说的，不够喝饮料呀，嗯，就我得忍着才能省下这些钱。嗯，走，我们先去做哪一个？是不是要先去登记还是不用登记？旋转木马我们一起好不好？还有那个想不想玩？太幼稚了。那我们做哪个？做这个。先做这个。米就是取蛋糕的地方，所以等会儿我们送完蛋糕啊，送完蛋糕再帮他取那个快递吗？快递不急，他已经出门了，但他万一回来他孩子还发现还没有，但是快递肯定要取很久的，而且他现在都不在了，他也不在。我就再分头行动吧。那我去取。你愿意做哪个？我不愿意做快递。那我去取快递，你去取蛋糕。我自己可以吗？你太棒了。好，那我现在先去好吗？里面有蛋糕店吗？哪个蛋糕店？有没有里面？有吗？你带我去吗？哦，这里。你好，我来取快递。看看快递的里程、包装、饲料、药。你是说它的每一个快递的第一层包装对吧？你好，我取快递。有，但太多了，我怕那个我就只。然后这还有三个，我手机尾号是1916，我姓卢。好了，就这仨对吧？还有好，好，好拆快递。不是因为还有一束花，还有一束花，你们怎么拿？嗯，你一个人开电车吗？对。那我能跟您借一个这车吗？我东西有点多。借花的话，要不然就去着吧。拜拜。拜拜。哥，你出发了，跟我说一声啊。我现在还有两分钟就到。好，我现在取到了所有快递，然后再拆，然后给他送过去就出发。啊！哇，这怎么弄啊？这车。这样也会掉吗？谢谢啊。哪儿掉的呀？不要再掉了。来吧。完成了，我这单应该是只有25，这25不好赚呢。老潘，我们。
们回来了。回家呢。哦。今天姐姐可开心了，真的吗？谢谢谢谢你，王思龙，你好，川姐吗？对，你好。哦，你这么年轻啊？那你以为我是个阿姨吗？我比娜娜还年轻。差不多，差不多。谢谢。结果我发现，其实取快递是不是不太容易？他却取了第二单。哇，取快递我现在觉得是最难的。第一单取。啊因为快递他是不是去绿地那边取还是去哪里？大不大？我那单快递多少钱？35。35。哇，我觉得快递应该按件数收费。不是，我现在理解了，我第一单不理解，就为什么要别人帮取快递？我那单之后理解了，因为确实太多了。是的。我要广东做菜好好吃啊！这个鱼太好吃了，排骨、牛肉、哇。对啊。还有客户他来客人了，他自己不烧菜，然后叫我们去帮客户烧烤啊那种。也是他去的，因为他比较那种。对。我现在发那个今天的给你们了。来了，今天的收，今天的收获。领一下。我看看。就今天四单两个人分。总成四单两个人分吧。是我们三天赚的最多的一天。所以你，那你有超过一单100锅了吗？肯定有，肯定有。200呢？一单几百，一单200有，300都有。没有，他有时候他有时候一个地方都可以得几百块钱，就是说帮客户挂号啊，那个医院啊，就是那个医院，他一早上能够有四五单都有，还有上门帮看他睡着，看他睡觉，回来也看他睡觉。嗯。打雷害怕睡不着没打真的、啊、那你这样看他吗去的老板去的他自己去老板去啊那他也这对老板真的很相信就看到睡着啊、然后他看睡着你可以跑了他是在我这里下单下单他们没人敢去接我们就不敢接为什么呢那时候早上10点的单那时候客服我起来了客服跟我说说老板这个单没人接有个客户叫我看睡觉看睡觉我不懂什么情况也是他也叫个人来看我睡觉吗因为那个是老客户我就比较了解他、我这次吃饭我觉得你基本上一直在处理工作就不想漏到什么单因为外面还好外面好多人在等有时候人家送到或者有什么问遇到什么问题啊他要处理啊要跟客户沟通啊所以他必须要最好是要啊随时干喽来干喽来了开心开了开了在这里聊天是跑腿来帮忙的，介绍一下。嗯，拿这个 iPad Pro， 我们今天是要做一个情人节的花盒，对。然后给先给你看一下我们店的风格，比较小清新。嗯，我们是走那种欧式自然风的。嗯，10寸白色气球140个。叶朋友往那边歪了，因为他想月亮代表我有那个月亮的雏形出来了。你不想把花给垫高一点吗？要娜娜在就好了，她会一点插花的话啊。
干嘛？你以为喊我呢？为什么？你也叫娜娜？他也叫娜娜。啊，你也叫娜娜。但七夕你们应该很忙吧？嗯。七夕基本上我们可能会做通宵都不睡觉了。嗯。那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请人帮，会请人帮忙，就是。嗯嗯，那万一不太会做花了，没有，所以就有要求啊。真的，想到会是你来。就我们都会要求，就是要有花艺师经验，就是要做过稍微了解花材的人。七夕他们都喜欢订粉色的，嗯，因为毕竟订花的都是男孩子。对，也不知道还能送女生什么颜色什么。对，粉色不容易出错。你们俩是怎么求婚的呀？后备箱求婚了啊！后备箱，我值班。那你打开后备箱里面是什么？就是鲜花。对。鲜花。还有戒指。戒指啊。然后你转头，他已经跪下了。还没呢，好像是当时干嘛来着？哦，我以为是没有求婚了，因为我们第三天就要领证了。对。哦。他以为是没有了。因为我之前也在那里念叨，然后一直在那里念他，说哎，连个求婚都没有，就要嫁了，怎么怎么的。我感觉还挺好看的，我觉得挺好看，真的很好看。嗯，我觉得我应该好了。好，这个算合格吗，老板娘？老板娘啊，花艺师这可以可以可以，完美，我肯定要超级漂亮。你把口，你把口，快你把口，我咋能把我怎么不行？穿紧了不？行行，来来来，我好紧张。不行不行，我很怂，我太怂了，别让我紧张。没有了。七夕快乐！今天趁着七夕，我们在一起半年，然后我本来就是一个。不怎么会浪漫的人，然后我也不怎么会说话，但是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两个好好相处，好好理解，可以嫁给他。我们这边请，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项目。祝福你们。我现在好紧张，我今天好紧张，然后我在南宁已经五天了，然后这刚好我一直在做跑腿，然后这段时间送外卖呀，然后送快递呀，然后你们刚好是我的最后一单，然后做完这单之后我也要离开南宁了，然后很开心见证你们的爱情。我觉得我这几天离生活很近，近到我可以看到很多原来忽略的东西。今天我会见到更多更真实的人，我会去到各种各样的小区，我会看到求婚，我会看到过结婚纪念日，然后我觉得这都是生活中很美好的事情。我就不知道这镜头就是镜头拍到多少，对啊，能传递到多少，那人家可能觉得我在那发呆呢。所以我们就是记录这些，是，但就是最后可能最后这个节目播了，然后更多人听到故事也不会怎么样，就生活还是要继续。是。
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东方树叶伴您观看奇遇人间角落。今年我发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普通爱情故事》，讲的就是普通人的爱情。因为我觉得，就大家都是普通人，然后都会有平凡的一面。可以给你们唱一下这个吧。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当你在银河目睹着我的平凡，而我在南极甚至不敢抬头看，这城市听不见普通人的心酸，听不见遗憾。当你在银河惊呼了我的孤单，只希望现在的你会有人陪伴。这样的爱情故事听起来荒诞，却不懂又泛滥。小刀吗？啊，任敏啊。一开始是来丽江想那个，想去过田园生活嘛，想去种地，后来就想我就做房子。其实我一直想，觉得这个房子它就应该是飘在空中的。上人，但是我们那个做了几次这个尝试，在你没来之前，对我都失败了。真的需要你们俩加入来帮我共同去把这个飞屋去完成。可以呀、啊。我经常会梦见会飞的梦，你就会向往任何比自己高的东西。我还想去找一找有没有某一种事情，不需要任何人给我肯定，我也一定会这么做的事情。可以放了，来了，走。哇！喂，哦。那还差好多力，是吧？因为一直下雨，这个云会变得很重啊。哎呀，这是就是不让我们。我好舍不得啊，要不别飞了吧。我们只能帮他们加油。前两个礼拜，就是我舅妈过世了，所以我在上面写了她的名字。来了啊！我从来没有自己生活过。啊，你从来没有自己生活过，你都跟家人，那很幸福耶。就很想试试，但是对对对，但是也会很想自己试试，很渴望自己试试，还是要自己生活一下。对。但你妈一直跟着你，是不是？因为我妹和我一直都在一起，所以我们等于说我们家分两个部分嘛，一部分在台北，一部分就是我们到处跑，所以也很难。说我自己出去住也是，除非就是说我自己搬回北京。那搬吧。有这么想？那你应该很想啊，就是年轻的时候都很想独处，都很想自己搬出去住。但我反而觉得也不是，我现在这个阶段不是妈妈陪着我，我会想陪着她。哎呦、会有这个心理变化，因为我妈比较晚生我。然后姐姐又不在她身边，爸爸也不在她身边。那妈妈也会很黏着你们吗？对，就妈妈也希望就能跟我们待在一起。妹妹可能就快要住校，那我更不可能让妈妈一个人。哦。所以就是你懂我意思吧？很难。就是牵绊太多了，是不是？嗯、没事，也许妈妈也想独处呢。妈妈好想一个人住啊，她女儿一直黏着我。你可能在外地出差的时候，妈妈现在很快乐在家，哇，终于开 party。对，登录新浪微博，关注奇遇人间角落官方微博，边看边聊，也可进入奇遇人间角落话题页参与互动，收获更多角落的奇遇故事。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首席时尚媒体月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知乎、新浪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腾讯新闻、腾讯娱乐、极光 TV、极光盒子、腾讯视频 VIP 的大力支持。